4月6日是吴彦祖和妻子 Lisa Slesnar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。他在社交网站晒出夫妻俩当时举行婚礼的旧照，并配文：“十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在南非这片森林里结婚。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年了，但在一起已经有18年了。我的旅程真是太好了，感谢你成为我的伴侣，我的光阴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最重要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小家伙的好母亲，爱你宝贝。”照片中，吴彦祖和老婆在原始森林里举行婚礼，他们跪坐在一块布上，面前是当地原住民，场景十分浪漫。吴彦祖一直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男神，然而男神也有自己的家庭，他和妻子雷珊的感情生活一直美满幸福，并且有一女儿。雷珊是混血儿，长相很有气质，身材也很好，是一名模特。她很有自己的品味，个性时尚，思想前卫，很懂时尚潮流。她和吴彦祖婚后生活一直很美满，两人情感很好。Lisa Slesnar 成为母亲后更是注重家庭幸福，虚心照顾家人，身上多了一种母性光辉，整个人更加温柔亲和，更有魅力了。